绍一下女王。女王啊，女王好厉害，真是中国的武则天。她因为不想要让她的小孩看什么。这是为了纪念他的脸上面那几个是他的神像，可是呢，他故意他是女扮男装，他戴假胡子，他以为他是。这么大！整个神殿的椅子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不要紧，为了哦，那就是整殿，它总共分三层楼高。现在是中午12点，12点半，埃及。